就好像我们台湾的技工，因为像我们台湾的技工，他也喝酒啊，也吃肉那一些，哎，啊，就鲁师爷就像技工这样。据说他生前是一位莫测高深的出家人，法力高强，但工作上除了这一些鲜花素果之外，也会有槟榔和酒。因为鲁师爷率真潇洒，他跟修为极高的技工形象类似。不过所谓的鲁师就是古印度的修行者，他们有着108种不同法相，一般都会用一个戴着帽子穿兽皮的老人为代表。阿赞铁木尼得到师父的真传，不但会占卜，还会改运。采访当天，一位信众请师父帮忙解九宫格命盘，突然间，阿赞铁木尼觉得不太对劲，怎么回事？有很多嘿嘿，是我问他，他没有说什么，我是样也很难打开，他就让你工作、钱、感情一直有卡卡不好。的确，这位信众近几年来诸事不顺，师父从命盘上解读出有所谓的阴灵产生。不过女信徒坚称没有进行过任何的不当手术，师父要她仔细再想想。没多久，女信众终于坦诚，当年因为跟家人争吵，结果造成腹中胎儿不保。孩子他掉，他说你有掉孩子，他说没有。到他说是有人打他到掉，是你知道吗？是他不知道他做错。他的意思是说，那个小孩有没有？是哥哥的老婆一直把他弄打他有没有？他才不见得啊，怎么可以算在他头上？对啊，冤有头债有主，难道找错人了吗？师父的意思是说，人啊会自己找理由啦，我们自己会找借口。其实你一定有先做什么得罪那个人有没有？会有因果的嘛，他才会打你嘛，他怎么可能看你大肚子无缘无故就揍你？他想要去投胎了。师父一直问他什么事有没有，他没有说。你这东西加了，他就分开，他就可以走了。原来他要的就是一句道歉，但女信众始终想不出来究竟哪里出了问题。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冤亲债主，这个业障该怎么消除，也只能靠女信众自己去慢慢拼凑出被遗忘的那一块记忆。